马国明和汤洛文去年12月在泰国苏梅岛举行浪漫婚礼，展开人生的新一页。结婚之后，马国明就即刻火速投入拍剧，继续努力工作赚钱养家。而靓汤自从成为了人妻之后，到现在都一直未有接剧，不少网民都估计他和马国明都想快点生浓 B。最近汤洛文就在网上分享了放假郊游的靓相，穿上全黑运动装踩单车的他疑似以老公视角拍了很多张角度的靓相，笑得特别甜。不过有网民的重点就落了在汤洛文的腰和肚上面，说他望落条腰粗了不少，而且显得肚突突，印味浓，和结婚的时候 fit 爆的身材的确是有分别。